一家啊，较出名的就是这弥勒赛心的这石像，一家特殊的。离京江啊，看山，即卖即就是维也纳一些起步。来自多瑙河。好，我两面就讲吼，两面就讲过。这边是上面就是电脑公司，美国电脑公司 IBM 在这边的总公司。今麦阮先看这个多瑙河哈，今麦阮看的这个就是多瑙河，加有两条多瑙河哈，这边呢加有船在开，所以呢在水呢较垃圾。头前阁有一条，嘛是同样都是多瑙河，迄个多瑙河阮看卖哈，还较清气，因为呢加无船哈，无船会使在遮收水，遮水足清气的。来吼，这就是来会使来遮收水，遮水足清气，好无吼？真正个是蓝色的多瑙河，蓝色的。好，我看头前吼，头前这间厝呢是啥物物件？这间呢是联合国，欧洲呢有两个联合国所在地。这是他们联合国呢在欧洲哦，这个瑞士有个联合国，维也纳有个联合国，这联合国呢是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这个所在地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联合国里面呢，进去的里面呢都是讲英文的，他们里面军队呢是联合国的军队，联合国的警察的政府租，然后呢1块钱一年，几块钱啊，几块哈，差不多2块半的台币哦。只是象征代表性的哈，今晚我看到多瑙河两米头前你在停车吼，你去上哈，但是这哈，可是这是这个道路哈，这车开得足紧的，请你去上的时阵呢，较注意哈，啊，卖惊伤风。阮即马头前吼，后壁迄是维也纳森林，阮都有去过所在哈，即马来，我去上哪一家留车。这多瑙河共分有两条，啊，这下骹有设这游乐区，啊边啊有这联合国的这办事处，住奥地利的这办事处，拄啊伫这多瑙河的边啊。看这蓝色，或者多瑙河，
咱一寡烦恼，甲一寡操烦，甲卸卸，都或者都拿好老老去。啊，咱即马要回来啊，伫遐好好休困。啊，明仔载大家吹息。有八小时的这车程，啊不，来这八小时的中间，要顺这阿鲁布斯，或者山脉，或者山脉，啊，要来伊泰里，这就是大家吹气，啊，咱暂困八眠了，啊，这个坐车，即马开始就是八小时。一些车厢的游览。这好大力啊！参这水师，因这两国拢无海，啊，伫这山区内底，这山国、山城的国家，啊，这阿鲁布斯，啊，这山脉，啊，这是那讲这迄落这欧洲，哎。较出名的这河川，像这南银河咯，啊多瑙河咯，因跩拢伫这阿鲁布斯的这山顶，啊，泉源对遐，啊这老位这平原外，啊这跩河川伫里流，流去平原去，对这块位啊，而且。啊，农地非常帮助真大，啊，过这啊这运输上，我那非常的方便。伊这阿鲁布斯山咧，啊，从这法国的这啊。维兰海岸开始，啊，甲这奥地利，或者首都维也纳，啊，连续不断，而且高峰大部分拢有3000-4000公尺以上，而且山，啊，面顶啊，拢砍一点高高的石，啊，暗开着啊，有真宽，而且冰川。当兵而且火川冰河，咱伫水西伫铁力石山，爱3020公尺，娘娘阿面顶，安尼结冰，阿个安卡玛这边而且雪地，阿那讲4000公尺面顶。海拔那4000公尺，啊，可能啊嫌鱼啊都煞定过，啊，所以啊，咱顺这阿鲁布斯的山脉啊，要坐八小时，啊，要伊泰利，啊，这中途啊一定爱休困，啊，到先生讲超2小时。几点半钟久啊，就要啊休困者。啊，即马这就是中途一些休息站。
啊，因为八小时的这路程，啊，今仔日拢坐伫车顶，啊，内底女友啊无聊，开始搁咧唱歌咯。唱歌，还有讲故事，啊，这八小时，啊，大家踮车顶，啊，想尽办法，啊，来消磨这时间。你唱歌，唱好，唱歹，咱若唱啊，会开心，安就好。咱若较贤唱，咱袂来做歌星。啊，出歌，啊，总是咱遮年纪。啊，平均64.7，而且老人团出来，咱唱囡仔爱唱啥就甲唱啥，啊，唱好唱歹绝对无人会甲咱笑，啊，这就是一种啊，咱老大人啊会快乐。这山啊，山谷实有够水。你看啊，面顶啊，迄草海拔草安尼正正光秋，而且面顶一挂森林啊，下骹在山坡地安尼种一挂牧草。这款啊，即摆咱看这可能暂时留落来土质卡的款，我嘛无啥知影啊，也无得问。这是乡村的教堂，柯德社的。伊南起啊，尖尖啊，悬悬，伊即款柯德社，而且建筑物啊，顶房啊啊，第二集还是头集都有讲，伊说讲较接近天庭，啊，要甲天主啊接受较近，啊，迄款意思。啊，一款罗马式的建筑物。就是一条啊。
安尼圆条啊，食安尼壮大的这款建筑物，迄款的讲是叫做罗马式的建筑物。哦，这款风景啊，我沿路想讲，多一景都爱甲翕，但是这大的关系啊，你若同款的景看久，关啊啊会嫌啊，所以我若安看到较特殊的景，啊，甲录者录者，可能这八点钟久，啊，这就是崩坑。这八小时，而且啊，车厢而且旅游，可能啊，甲浓缩超20分至30分，啊，重点的这风景，啊，我原来拢甲揢落即内底。咱毋是讲干那去看古迹，则是咧啊观光。咱啊出来这国外，尤其是这欧洲，咱汉尼高的所在。啊，这款农村的山野，诶，这款风景，咱按来个欣赏，啊，来个想，想讲因这国家的这风俗习惯，啊，加这生活起居，按来个想，大概按着拢啊猜会出来。